个是舞台剧，第二是跳操重新得力，欢迎。首先我们要讲以赛亚书40:30，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呢也必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有人会在金钱上面，有人会在婚姻上面跌倒。今天晚上我们的主角在教会在社会都有一定的地位，自以为站立的稳，却没有想到他在品德上面软弱了。我还是我要站上来，我只是一个配音。哎，我们有两个中介，有一个中介来咯，这个中介是要买房子的。中介叮咚，请问是谁啊？中介说了，听说姐姐，听说你们家卖房子。对，就是这一间。哇，你们家把这一间卖掉。啊，你们家房子好漂亮哦，真的我好喜欢，不晓得要卖多少钱呐、啊？只要890万，很便宜的。这么便宜哦！哦，真的我好喜欢。有没有什么条件呢、啊？或者是有没有漏水啊？很重要的。没有漏水，没有漏水。嘿，对，都没有漏水吗？没有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是中介，我必须要有尽义务责任告知，所以呢，没有最好。好，那我登记好了。好，我去看看有没有有缘人来看你的房子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曾小姐。好，麻烦你的。中介几个？我们的中介回去了是吧？好，下面就是我们一个好朋友，他的同事，我们这位主角的同事。不好意思哈，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演员，而且是今天凑在一起。当中介回家以后，我开始陷入忧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说谎，我跟上帝说，怎么办？我说谎了。其实我房子之前是有漏水的，可是我不敢跟中介讲，我怕中介讲了以后中介不帮你卖，从此陷入忧郁，长达一个礼拜，我一个礼拜没有睡觉，所以我忧郁症就这样找上我了。当忧郁症找上我以后，我跟上帝认罪，我说上帝对不起，我说谎了，求你原谅我，求你帮助我，因为我要把房子卖掉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求你原谅我，主啊，可不可以求你？因为你是那全能的主，你绝对有办法让房子不漏水，求你帮我那个漏水的点堵掉，好不好？耶稣，我向你认罪悔改，也求你帮助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阿门。一位主角说了一个谎话，就开始陷入刚才向他祷告的懊悔，陷入这样子的忧郁当中，以至于连睡眠都失去了，仅有的睡眠他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，因此。因为没有办法承受这样，他跟神祷告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他虽然这样如此的祷告，可是上帝并没有听他的祷告。他不但有一天他的同事也来了，
他同事说也来看他，说听说你要卖房子。是的，我想要把房子卖掉。真的吗？是吗？那我一个同学好像要卖，要买房子，我带他来看看。好啊，可以啊，小彤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哦，你帮我联络那个同学好不好？你把我的电话给他，啊，请他跟我联络。好，拜拜，谢谢小彤，拜拜。同学回去了，这个同事好同事回去，但是他介绍他的同学来了，叮咚。叮咚，叮咚。妈，请问你是小彤的好朋友吗？好小姐吗？是是是是是。你要来买我的房子吗？你看一看好不好？哇，你的房子好漂亮哦，东看看西看看，我觉得我非常的满意。是。哎，好像很不错，但是为什么这边有滴水啊？对呀、啊，我的房子滴水呢，所以你不要买。其实我的房子是有漏水的，你不要买，好不好？嗯、但是我很喜欢你的房子，太漂亮了，太方正了，我好喜欢。这一点点漏水没有关系，你只要把它整理好，把它漏水修好，我一定要买。OK， 是，好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修好再通知你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，郑小姐，你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向你献上感谢，求主你赐给我一个好的抓漏的师傅，好叫我可以把我的房子修好，好叫我的房子可以顺利的卖出去。靠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神果真为我们郑小姐开了一条出路，让他找到一个好的师傅，花很便宜的钱把他修好了，他好高兴。但是神并没有马上医治好他忧郁症，他心里也非常的痛苦，但是他没有埋怨神，他仍在神的面前等候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知道借着这个事情要我把我的老弱致死，要我不仅以后不再说谎，白谎黑谎都不说，而且也恳求你在这个时候把我的骄傲，把我的软弱，把我的自以为是全部拿走，赐给我一颗柔和谦卑的心，好叫未来我可以更加的靠主你来服侍你，因为知道我是在一个福音机构上，求主帮助，靠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阿门。赞美超姐妹，很多人好久没有看到她了，因为郑小姐她本身就是在赞美超有很多的服侍，姐妹们好久没有看到了。他们在做操的时候看到他们最敬爱的郑姐没有来，因此他们心里面怎么说呢？奉耶稣名祷告， Amen。 解释了以后，这个姐姐就讲说，姐妹们，我们郑姐好久没有看到她了，听说她生病，我们要不要去关心看看她，要不要？好，好，大家都没有意见，没有异议，都好。好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看探访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要买个礼物吧，姐妹们。所以呢，不好意思，我要给你们先小收一点点的钱，我们可以买一个礼物，我们去探访我们的郑姐。
不是贿赂啊，是来领用的。好，我们都收齐了，那这个时候就我们派代表去看了。好，明天去了，再见了。啊，就是你们随便派哪个代表，只要愿意去的，哈，我们都很高兴。在主耶稣在家神的家里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彼此相爱。因此有一句圣经再次的提醒我们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叮咚，我们姐妹玉芝，玉芝老师哦，好久不见，请进来。这姐，我听说你生病了，不知道你现在好一点没有？众姐妹都非常关心你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因为在组里面都是一家人，那彼此要扶持，你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哦。啊，我们都还要指望你呢，还要指望你代操，还要指望你做口袋饼给我们吃呢。所以你不能生病的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我会靠主坚强，我相信我会重新。郑姐，你一定会好的，我相信一定会好，靠着神一定会好的。好，谢谢你们的关心，希望我赶快回家，带回去陪伴大家一起服侍，一起跳操。好的好的，郑姐你要保重哦。姐姐妹妹们，我们上台了。神爱我们，因此我们彼此之间就是要彼此关怀，彼此要互助。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这个就是我们挑战美操的意义在当中。我们虽然不是真正的肉身的家人，但是我们却是在主里面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因着生病了，以至于靠着神我们得医治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重新得力。音乐下。
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请珍贵家族下一组赞美家族，请预备。